开始执行的。那它总共有三种模式，现在是全锁定模式。全锁定模式可以控左边可以控制左右摇杆，右边可以控制上下俯仰，然后左右摇杆的部分，它这里可以调整速度，速度可以从这边去做控制。如果我们按一下，它就变上下锁定、左右跟锁。如果我按两下，就变成上下左右都跟随。对，那所以可以很直觉。好，我们现在使用了，它更简单。对，那你下面有那个快板的孔，是可以直接装在快拆板，直接可以上脚架。那如果我切换，因为它都是。马达是全无刷，所以它不会有死角问题。切换模式都很快速。那5D3加2770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那现在装810跟这个镜头的话，下面还很多range，所以应该可以往上扩充。